我要去台北嘛 ，Expo 会场啦。好了，一进来就有一个超大看板，放不下，放不下，放不下。但这超大看板呢，有没有看到我？在哪里？赛场当中，小 Pebble 在明天下午的4点到4点半，我会上台跟大家分享你在跑步当中这次的台北马你可能遇到了一些状况。那从这些当中跟你分享一些小 Pebble。那这边会看到一个整个大会的图。OK， 那我们就进去，从报道处报道完，带你们看一下该怎么好好逛 Expo 吧。好，那从报道处走进来啊，第一个摊位看到的就是 Cedars。那这个Cedars 摊位呢，我会在明天晚上的7点会在这边做一个我专属客制化的鞋垫，像这边。那这个鞋垫的地方呢，我就会在现场客制化一双专属于我个人的鞋垫。那依照我现在的需求，还有我现在所缺乏的东西来做一个专属的鞋垫。所以希望你们明天晚上7点可以来现场陪我哦，走吧。好，那再来下一摊就是这个啊。Shopper Man Black Roll， 那 Black Roll 是我自己个人非常常用的滚筒品牌，带大家看一下，它这边其实有非常多很适合你们可以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拿来放松的滚筒，所以建议大家报道完去完 Cedars， 第二摊就可以来 Shopper Man 体验一下。重点是它有很多好康优惠，不要跟我抢啊！我想要抽到去关岛马拉松的这个来回机票加5天4夜的一个一名名额，所以记得进来第二摊赶快来买福袋，这应该我猜一下就会被秒杀完了。只有几个啊？500，只有500个，好不好？很快就秒杀完，不要跟我抢，我要去关岛跑马拉松。好啊，再来就是这一摊呢，这也是台北马拉松很必推的一个摊位，就是这个。那这个是泰肯，那泰肯他做了很多压缩袜，还有一些压缩腿套。那看到这边有很多很多的这是台北马限定的袜子，这次的配色是彩虹配色。那我觉得这也是今年很推荐大家来台北马 Expo 一定要逛的摊位。那我也跟厂商很大方的也凹到了2双袜子可以抽给大家，所以如果你有兴趣也很喜欢这个彩虹的袜子的话，欢迎在这支影片下方留言，那我们会在影片下方留言抽出2双来送给大家。那留言内容要打什么呢？就是打说，留言内容就打说我爱泰肯，我想抽彩虹台北马限定袜，就可以抽到这双袜子啦。OK， 那我们就下一摊吧。Go， 逛完刚刚抽奖完彩虹袜的泰肯之后，对面就是好不好？我的老板、我的学长、我的学姐都在这里，有看到吗？他们还没日没夜的在这边给我加班到明天等大家。所以希望你们看完袜子之后也可以来这边买一下我个人非常非常推荐的岩定，好不好？那岩定呢也会抽奖送给各位，所以可以锁定后面有关于岩定的相关影片。 OK， 那我们继续下一摊吧。往前走继续走呢，就会看到沿途其实还有很多摊位啊。那最重要的是来这一间，好不好？ UNIX UNIX 这边的摊位呢，我明天下午我明天一整天应该都会在这里，好不好？帮真男人顾摊，所以有兴趣欢迎礼拜四一整天都可以来这个摊位找我。走到这个摊位，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我也觉得超帅的。看到了吗？有一群型男在这边，就是这里啊。带大家来看一下这边的特色吧。这边的特色呢，就是有一大堆的优惠，还有超帅的眼镜。最重要的是，我觉得他有一只眼镜我超喜欢，就是这个啊，好不好？台湾限定联名款720的 logo， 很帅吧？透明的，好不好？就带着这眼镜到下一摊啦。还有运动笔记，好不好？跑者一定要逛的运动笔记。看在那，学弟你在干嘛？顾摊顾到睡着啊，好累的。好啦，那这就是马拉松博览会的会场啦，希望大家好不好，在明天开始为期4天的时间，一定要来台北马拉松世贸3馆来参观一下专属于台湾跑者一定要逛的马拉松博览会，好不好？那我们就明天见啦，明天我在展场 UNIX 真男文创商行等你们，大家拜拜。